主体班，往下一点啊，这是主，应该来说是主下体的后侧啊，有拉琴筒我又看到马斯克马斯克现在人家关注的人除了川普之外，很多人现在开始关注马斯克关注奥巴马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成了一个过气的人物过气了像视频过气了过气的人物包括希拉里的这一类的都是过气人物本来早就过气了只不过只不过他们还利用原来的那些关系像在交婚时在交婚时突然一下子川普这个几天时间的那个变化人家彻底把他们给镇住了彻底把他们给镇住了以前呢，人家总以为他们很高明他们很高明，突然一下子川普这么命大的话，大家都承认是上帝在眷顾着他的话，现在有点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轻举妄动也就这一次就这几天了，已经川普已经奠定了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奠定了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奥巴马、希拉里这一类的都退出历史舞台都退出历史舞台然后知道这种形势变化的人呢现在纷纷开始巴结川普了我说的巴结川普是美国以外的那些领导人了开始巴结川普了他们知道后面的世界格局就不一样那些非法移民呢已经换了神了已经换了神了知道川普说到做到在这边不赶紧溜的话说不定人被扣下来之外把以前拿到的那些经济收益或者干的坏事都会匆匆清算现在我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要开始那些非法移民慌了慌了那些非法移民慌了开始慌了开始慌了开始慌了加州的变化接下来也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一个特发事件就开始变化我们等待着这个特发事件的到来等待着这个特发事件的到来好的好再见再见再见